How we project power. That's good strategy. It's good for us. 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就业法案遭国会参议院否决。有六名抗议人士因在参议院办公大楼内示威遭到逮捕。因财政紧张关系，堪萨斯州官员动议将家庭暴力非刑事化。尽管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已经过去一年多，但清理环境工作至今仍在不断进行。明尼苏达州尼克斯女子篮球队赢得到全国女子篮球赛冠军，支持者巡游欢呼庆祝。